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hill， 今天带大家来吃阿嬷的韭菜盒，还好多人哦。对啊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也是网友推荐这一间，然后现在哇，亲眼一看，真的是用直觉来看就知道非常的好吃了。跟着人潮走都没错，没错没错。淡水只要有阿嬷，通常都很厉害。难怪丽伦他说淡水阿嬷，对对对，淡水阿嬷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对对对。哎，我们回到家了，然后我们刚刚排了好久，大概有40几分钟、50几分钟。哇，第一个人他买了几十个哦，哇，不胡烂。然后呢，他看起来超级好吃，而且好多好多人排。然后那是我上次去买那个面包，维也纳面包的时候呢，那个底下观众啊，吼，跟我留言跟我说对面这一间很好吃。那真的是我刚刚也是刚好也是到了买面包的时候就跑去看一下。哎，就看到哇，一堆人排在那边，真的不胡乱排了40-50分钟。不是他做的慢哦，是他做的很快。可是真的太多人买了啊，有些人一买就买10几个、20几个、30几个啊，三四个这样买，真的是哇，排好久哦。我来吃吃看，你看哇，弄得像一个汉堡一样。哇，我现在咬一口看看，它就好好吃，它这个。跟罗东的不一样，罗东是里面是那种有点像半熟蛋，它这里面是它的料取胜，它里面的料啊，很那个，应该算是韭菜，非常的清脆这样子，然后它的料配得很好吃，然后它表皮啊，这皮炸得很酥，很好吃耶，然后它里面用的蛋是那种有点像是煎好的那种蛋皮这样子，然后放进去的，这个好吃耶。嗯，难怪排爆了，真的。我刚刚整个淡水下午就只有这间店，一直排队。我们刚刚整个去很多地，经过很多地方都是哦，大家都已经在休息状态。哇，他不是，他整个就是一堆人在那边排，厉害厉害。这个啊，蚵仔包啊，它里面就是它的内馅跟它的表皮特别好吃，然后它的。里面的调味那个胡椒的味道很香，很好吃。然后高丽菜很甜啊，然后那个韭菜很脆。哇，这个我好喜欢哦！哇，推荐大家去吃。但是我真的人好多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早一点去排。哦，请秋带来吃吃看，看看他喜不喜欢。哦，这个咸香咸香的，然后很鲜，超级好吃的，就从来没有吃过说一个蚵仔包里面吃得到那种鲜味的。对对对，它这个是真的是很好吃，它跟那个罗东不一样，罗东很好吃，可是我觉得好吃的程度不亚于，真的。罗东的那个好吃完全是来自于它那个半熟蛋，对对，然后它里面很烫，然后那个葱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是这个的啊，不是葱，那个是韭菜还是葱？忘记葱，反正然后这个呢，它是那个蚵仔的那种咸香。海味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海味十足，对对对对，怎么做到的？它的内馅很好吃，然后它皮也脆脆，然后加上它那个胡椒粉这样腌，哦，好香，好好吃，这个好吃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就是它这个不用排，如果你只是打算买蚵仔饼哈，就是不用排队，你就赶快说我要，因为它就摆在那边这样子，我试试看哦。它这个蚵仔饼啊哈。也是特别好吃的，比一般人家在卖的那种，它不是那种咸酥鸡摊的那种，它比较好吃，比较大一个，比较圆，然后它的芋头味很香，哎，这很推荐。但是我就一定会买这个，对，一定要排队的，饼皮都比别人的好吃。对对对，这好好吃哦，这我真的难怪要排那么长，排炸了，真的排40-50分钟都有人愿意等。对啊，哦，夸张。然后我们有买这个葱仔饼。然后这葱仔饼啊，它其实跟那个宜兰的一样，就是把葱卷一卷，然后卷成一个瓜牛的形状，然后它用炸的。那我们之前有吃过用煎的，反正这个好还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吃吃看哦，我吃吃看，因为秋太他就喜欢吃这个东西，我也喜欢吃这个。嗯，哦，这个葱仔饼也是好吃的，那我觉得跟宜兰的差不多。然后有一些我们去宜兰啊，就会去那个手做 DIY，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。这个就比较没什么好比的，但是是很好吃的啦。那我觉得没什么好比较。然后这个芋头饼，刚刚他也说超好吃的，真的双重印证。它这个甜味啊，就是微微淡淡的，很自然。对对对。然后那个芋头是属于那种有粘性的，咬下去会有一点黏黏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没有油耗味，因为像我们在盐酥鸡摊，
有的不好吃是因为它会有油蒿味，但这个没有，就很棒。然后那个饼还是脆的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们本来不是点芋头饼，我原本心里一直想的是韭菜盒，就讲错。然后我就看着芋头饼，然后就讲成芋头饼这样，所以才买到芋头饼。不然其实想要韭菜，想的就是芋头饼，不是就想要吃韭菜，因为它那个韭菜看起来超多的，所以就看起来很想要吃这样子。啊，可惜我们今天没点到，不过我敢相信一定好吃，因为饼皮好吃，然后它这个里面就是韭菜的啊，就是那个粉丝里面就是用韭菜，所以一定好吃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下次去啊，哈，一定就专攻鹅啊这个，科赞包，而且它有牛肉的那个牛肉包，哦、那个可我不能吃牛啊，然后还有虾仁的，看起来都很好吃。然后它很特别啊，这个科赞包上面啊，哈，它最后要把它封起来，所以它上面会放一片那个九层塔叶子。对啊，你真的会吃到那个九层塔香味，还蛮好玩的。我觉得这一家真的是厉害、欸。对啊，如果大家没看到我在那边的时候在那边爬，如果看我就没有啦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。葱很咸香啊，对啊对啊，它其实基本上它的皮都弄得非常咸香啦，对啊，然后都很好吃，而且它给的料都是非常的足，都哇都快满出来，它每次都装一装，哎，发现有点满出来，它就把它稍微弄收一点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先推荐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惯性，惯性还敢进步？哦，敢进步哦。